现在您可以透过远距照护系统以及操作简便的触控式萤幕，及时获得您想要的咨询与照护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为您介绍。首先请点选萤幕上的 MCARE 按钮，进入照护平台。医护人员请输入账号及密码。请点选登入按钮，等待学生就诊。学生就位后，请询问就诊学生学号，请输入学号。请点选登入按钮，请点选专科医师为您咨询，请点选想要咨询的项目或科别。挂号成功，请确认您的视讯软体及相关设备可以正常运作，并等候医师使用视讯软体为您服务。透过网络视讯服务与医师面对面，取得医疗保健资讯，既轻松又容易。医护人员利用本平台，透过远端视讯沟通，得到医师的协助，帮助医护人员检视病患的状况。经由影片说明，相信你已经了解 MCARE 远距照护系统的友善界面以及操作方式。若您还有不了解的地方，您可以直接上网参阅 MCARE 的使用说明，